车，然后回来。对，但小鬼这个汇合的话，自己的路线要选好。对，哦，阿卡德被提狗一拴给拴下来了，还被补了。哎，也挺惨的。这个也是行。哎呦，这边一波出枪。哎呀，这不还是提前先出枪的？这个没打下来。我只是看晕了。哎呀，这个是撒路特的补枪，这个侧翼还要队友补枪。哎，新军吧，嗯，是吧？是。大家对他们的不太了解，选手也不太了解。但是刚才这个，刚才拿的那个明明那个照片，他们是自己的赛区里面第二的成绩出现的。嗯。第一就是号。那个第十八名的狼队，就是那个 PEC， 能走掉，还是没走掉？小北，小北打下来了，没法救。这个位置不宜久留啊，石奇，不宜再纠缠了。我觉得是小北这个位置有枪线啊，这边其实如果说这个地方你要路开，还是被补了，人头被 K 掉了，主要刚好毙掉了，就脚步声就一个人，完了，天枪，这是一个周平岩的挂后的位置。怎么又是牛海品？牛海品哪儿哪儿都是人。看到这边啊，泽泽信息要进圈，往这个圈中心去扎。但是这一波在路途上是直接被抽下来了一个，又枪头，这个反坑。我看到他这边队友已经是被打上了大残，就差一枪了，还要往这个反坑去扎。这边直接车辆被引爆。这个雷过去，感觉能炸倒一个吧？是的，这个没有击了。这个位置先吃到手雷的伤害。浩尔这边的话也是要往对方的脸上投掷手雷，两方互扔，但是这一枪是被泡泡击倒的，在四面八方的枪线夹击之下，好像浩尔的这个 Ryan 他也活不下来了。嗯，好急，你下车补不就好了吗？没有看到吗？有烟雾弹的影响，烟雾弹的影响，这个烟都快没了。还在舔包，哇，这脸上一分，小海一分，林叔拿了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好好，这个好这个好，就是看着太着急了，咱这个在窟窿上，有烟位置等着他，守候多时，直接给了一梭子，直接是被打了下来，但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信息可以报给队友，其他的队友情况也很不好，你拿那个死和索尔都是被 New Happy 和太多枪线开了，抽下来了，我看到这个全景图上啊，所有高点的枪线全部在打，他大概吃到了五支队伍的枪线，天哪！十七 ，New Happy SQ 推死打，樊木也是站高点一直抽，这边猛抽。这山上是有很多的坑，但皇上那一踩的这个点，确实给了达达瓦后面排排干净。哦 ，Loki 还是被明明发现了，精准两枪直接带走。这边防区是分踩，各占两个，互有支援。这个高炮雷扔进来，幸好没有炸到。桑菲特两个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吃雷的，看有没有角度能扔啊？是的，稍微有点视野盲区，所以说他选的直接往这个烂尾楼内去进攻了。两个人打协同，同样的，我们这个烂尾楼内哪儿都能架到。是的，他刚刚在副楼跑了一圈，然后又回主楼。这个火换成了一颗火，马房这边烧倒了。马房那边战场已经获胜了啊！这三个人枪战角度被包围了，这样只能在外围。是的，位置很尴尬。是的，副 M 还在打。哎呀，没子弹，是不是？是的 ，D Y 这不是高打低，还好经典顶住了压力啊，最后还能把人扶起来。啊，有队友旺仔顶住了。是的，旺仔后点马路这边。十七这个房子确实是吃道具啊，一旦被排清楚人在哪里，很危险。而且这个房区的朝向非常的差啊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一个视野信息。另外一面，天霸和牛 Happy 的正面啊，牛 Happy 连到两个，又接了一个泡泡，被明明一枪头放倒，四打一了。但西西在支援过点，明明又打一个，明明补了一个，补了人，被圆脸抽了，是 S T K 的 Alo， 天霸还有真没办法，就他没有规避道具的位置，是的，也没有拉伸角度，那现在把这个大的防区踩住了，但是最后这个分能拿，先拿分儿，今天来人了，直接推进来，哎呀，这一波人太多了，那对手的补枪也非常的快。但感觉流血可能会流掉，巴特尼斯好像想能有没有跳出来？这卢老爷这干拉过去救了，跳了，还是跳了？因为刚才被补了几枪。左边有没有站台？一个侧身，哦，他很抽象，喷他，你这枪是真准呐、啊！你这枪打什么呢？
小海很快把人补掉，那这边是给 STK 打一波正面，位置已经拉开，先拿一波。是有两人在场上 ，STK 人并不是满编。海子咬我，又五个头了。是的。哇，小海最近的状态是真的。没有掩体的过点，做萨佛直接换连狙。Sexy 的一个补枪，确实这个背身旺仔相当于是躲在外面。哇，小海又打一个，但自己吃到蓝圈的这个伤害了已经要。然后妃子这一侧的一个补枪，小海是被带走。STK 绕回到了圈内，他感觉没法接了，他这波接不了妃子。这波 STK 一会儿被道具直接轰炸了。哦，阿德利科雷七个倒地 ，SQ 正面是倒两人，黑卡瑞要从蓝圈里面出来，这蓝圈伤害有点高。远点有其他的枪线能影响到啊。SQ 两个人已经被补了已经。PTG 这些 Twisted Man 他也上来了。哦，一换一。Faze 呀 ，Faze 打打就剩一个人了。剩下一个人他不在正面，他反。哎，你不扔我扔。我再不扔就没机会扔了。大到32点血量，不太够。卢老爷要倒啊。格雷有，这颗应该是有了，这个角度也没啥。这次也倒了吧？这个跑不了了。是的。刚才卢是省了一颗雷啊，金宝后面出枪了，但 MAM 的血量并没有掉多少。SQ 选择两个人，今天是一打一，而且被闪到，MAM 倒了，换子弹，绕圈边有一个侧身机会，自信收枪，差点出意外。还是问题不大，可能直播效果做多了。是的，还是一个四人，是一个圈内的唯一满编队伍。哎，七七还是收到了这个推特战神的扣到这一分了，是可以。越贴越近了，这一波七七顶住了压力，正面直接处理掉林叔的手雷，也是立功啊，直接往左拉，很快打完。而且好消息是那边金宝还活着，其实一定成。James 没了，Yuri的出手。但是这个人的点位看天霸能不能拔一下，哦，利用混烟混倒了，严查，哇，利用这个穿烟穿的，最后一枪很准啊，哇，利用连续的两波对天霸造成了击倒，哦，现在天霸只剩七七一个，混入到了烟雾弹之内，这没办法了这波，哦，这个穿烟好伤啊，林树回。能不能搏？没有机会搏，再去打。但是掩体后有梦想。